大家好，下面演示 SW12J 型耐洗色牢度试验机。本次实验使用标准 GBT3921。 取样，取40×100毫米的试样，正面与一块相同尺寸的多纤维贴衬织物相接触，并沿短边缝合，放置一边备用。造液，根据标准要求，若实验条件为 A 和 B， 则抻取5克肥皂，加入1升的三级水。若实验条件为 C、D 和 E， 则抻取5克肥皂和2克碳酸钠，加入1升的三级水，充分搅拌溶解。称重，将缝合好的组合试样进行称重，按照1:50:1量取约82毫升的皂液，倒入试验杯中。盖紧杯盖，打开仪器电源开关，选择程序，国标程序，根据标准选择实验条件，确定，打开试验箱，放入试验杯，将试验杯浸入水中，点击加热，将试验杯预热到设定的温度。预热到规定的温度后，打开试验箱，取出试验杯，放入试样，按启动键启动，实验时间为30分钟。实验结束后，立即取出试验杯，打开杯盖，取出试样，放在三级水中清洗两遍。
并在流动水中冲洗干净。挤去饰样上的多余水分，将饰样展开，悬挂在不超过60摄氏度的空气中干燥。晾干后，在标准光源下对饰样进行变色、沾色、评级。这就是我们大荣纺衣的12G 造洗实验。